神话的 RMK2 远古神技不是返场了吗？今天团长就给大家一套配件，就是这套配件。那么好，接下来我们直接去找路人实战，让我们来试一下这套配件到底好不好用。大班长啊，我操！有很多人说 DMK2 是冷门，其实并不一样。别忘了 ，DMK2 当初也是拿过 T0 的，很强的一个枪械。好，这边有个绊雷，说明了左边是有人架着的。我们这边慢慢摸过去啊，就好了。靠！走！哎，没有人来这小地方。我他妈来了！滚！好嘞，没问题。敌人拿到炸弹了。很荣幸啊，今天打游戏又是被粉丝认出来的一天。那我想是应该是团长吧？团长是我粉丝啊，呸，我是团长。好了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枪械的强处吧。还有一个，来对我！哇，探测到敌方无人侦察机，头顶，后面头顶，头顶，有兵了。很快啊，打两局就到赛点了，直接拿 Q3 打一波，直接一波吧。有目标。哎，箱子，箱子后面有一个。好了，接下来这个枪械就支持完毕了，对团长来说还是挺好用的，大家这个自行参考吧。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可以自己把配件拿走。行，今天就不来《四名好声音》了，因为现在已经到4点多了，我得直播了。好了，再见。